Oh, 大家好，我是阿全。那个，我们现在在银咖喱的柜台享受我们的内用，旁边的是小鱼，应该拍得到。哦，全景应该拍得到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准备开始享用我们的今天的是什么？海老沾面，咖喱海老沾面。对，我们在吃咖喱饭的地方吃咖喱海老沾面。为什么会有面？是因为你家老板他本来就做拉面的。哦，从刀乐拉面变成你家拉面。然后到现在这边面是银咖喱，那我们现在来吃它的特调咖喱海老沾面。好，我们今天的主食咖喱海老沾面终于上来了。它跟尹家的海老沾面，我怎么会讲的干面呢？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就是它的酱汁，哦，主要是它的酱汁变成咖喱海老沾酱。好，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、哦。哎呦，咖喱海老沾酱啊、哦，然后一样会有那个苏北猪、苏北鸡，然后跟苏北鸡腿肉，还有两只海老哦。这边，然后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这一次它的面是冷的，它有冰镇过，非常的棒。哦，这次的面是冷的，是有冰镇过的。那我们先来问一下小鱼吃起来有什么感想？哎，老人吃海老。哎，干公山小。啊，小啊，它就是有海鲜的那个鲜味，然后加上新香料的那个味道，去把整个干面的干酱提升，吃起来真的很爽，好吃，很爽。对，限量的不要跟我抢，不要破影片了。大家，我们一天20碗，我们已经吃2碗了，舒服。好，好，我要开始好好的吃我的面了。好，然后开始好好的吃我的面了。然后这边有点曝光，哦，就不管了。苏北鸡，两位不好意思打扰，那个面就那边就好。谢谢。哎，海洋鸡，海洋鸡，哦，海洋鸡，我跟那个鸡一样飞走，然后你们先就好，先好。刚刷停车费是不是？虾味不够重吗？虾味够吧？我觉得可以再重一点。再重一点。对啊。因为这拉面上比较新出的产品，他们也是希望再收集更多的意见这样。我知道。对。谢谢谢谢。再打扰两位三了，有任何需要服务电话可以跟我说。好，谢谢。
觉得啊，我觉得我点大碗的真的点对了。哦，那你会到最后，你们会觉得还剩一堆酱，会有点可惜。这咖喱味很浓郁，口感也是很浓郁。要看个人，看个人的食量吧。这样我都不能打，因为我已经在饱。太烫了。我就胖。刚是救谁谁不来，然后这边跟你交代一下。我直接问，第一次问。好不？装冷气啊，夏天是旺季啊。就是又开始那个他们包办玩家吧。牛肉的面，因为我用冷水冰镇过，那口感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有嚼劲。搭配浓郁的咖喱，还有淡淡的虾味，超棒。我个人是觉得虾味没有特别浓，但是还是吃得出来有虾子的味道，海老味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样够了，而且它也没有特别贵。然后海老非常的新鲜，吃起来那个肉质非常有弹性。甜哦，
前的那个尹家的海老沾面，有几次它会做的比较咸一点，然后那个酱汁你会没有办法喝下去，但是你可以跟他要清汤啦。然后尹家咖喱的海老咖喱沾面，它味道刚刚好，就你可以直接把酱吃完的那一种。所以我刚刚把那个剩下的面全部一口气倒进去之后全部吃掉，现在碗都空的，连酱都不剩，因为真的太好吃了。好，反正我是阿全，然后旁边的是小鱼啊，旁边的是小鱼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，那就先这样吧。欢迎，非常推荐大家来吃，反正一天只有20碗，中午10碗，晚上10碗啊，那就先这样，拜拜。